各位全球我们最爱的伙伴好友，大家好，我们感谢您继续来聆听我们 Monica 全球视讯的课程。今天 Monica 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即时性的我们2021年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好，这个课程就是一起安心，有你有我。好，在上课前呢，我们还是要谈谈培训的重要须知。我们所培训的内容仅是讲师个人的意见观点，并不能代表品牌公司观点。我们所使用的产品，好，经由它请大家务必要参考，就是我们产品的标示以及说明，或者是要遵守我们医师顾问的一些专业建议。而这次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所分享的产品的功效及功能，宣称是会针对不同的人的体质而有不一样的一个配方。所以呢，我们请大家记得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香气来使用。而今天我们所要谈的精油是属于理疗等级 CPTG 专业纯正调理等级的精油，那它是来自于我们大地纯正有效的一个礼物。而切记哦，我们所有的新人或者我们会员，记得当我们那么热爱产品，热爱精油，但是一定要让所有的初学者新人都要知道，精油它并不是药物，它是一个天然的植物精华，它是可以来为我们的居家生活带来很多的好处。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可以来谨慎小心的来使用我们的精油，并且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去慢慢的体会去体验可以改变我们个人健康的一个可能性。好，那首先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是2020年开始呢很夯的一句话到今年2021年还是一样很多人还在谈。因为我们全球现在正面临着这一年多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病毒的感染一个侵袭，所以呢也常谈到这一场疫情让我们人们都能够明白，我们的未来拼的不是学历，不是财力，也不是权力，我们每一个人要拼的就是免疫力。健康它不是第一，但是它却是唯一，我们现在很重要要学习的。那今天呢， Monica 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大自然当中有很多很美好的传统的这些自然疗法。好，那其实自然疗法这个名词呢是起源在欧美国家，那它蕴含着有我们传统我们中医的精髓在其中。好，那当时就是这个西医它从这个中医针灸经络当中它去得到了这些智慧启发，所以它就慢慢的去研究探索发展结合了西方量子医学还有能量信息的医学，从而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贴近我们自然的一个防治疾病的一个方法。所以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并不是现在才诞生的一个新鲜事物。好，自然疗法其实百年来已经都是一直在盛行。好，那整体这个自然疗法它有传统中医的精髓，它也有现代科技化，它具有一个完整无害无创等等的一个特点，它是我们21世纪寻求健康的一个主流的医学。好，那我们知道这是21世纪寻求健康的一个主流医学，它有什么的好处呢？它是可以来调节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靠着人体的自身的免疫机能来治病，它不是用药物。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强调的精油这个产品呢也是大地的礼物是老天爷很早就给我们的一项非常美好的恩赐，它并不是药物，是天然的一个植物精华，它是可以来全面性的看待我们人体的疾病现象它是全面性的完整的一个治疗，而且呢很重要它是无创无害性的一个治疗，而且呢尽量就是避免副作用精油对我们来讲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好，那我们首先来认识自然疗法当中有哪些。好，那一般我们看到的尤其是我们华人都很喜欢的指压
按摩，啊，这也是自然疗法当中的一种疗法，而且有人也喜欢针灸，啊，特别是心血管中风的，啊，这些患者，啊，常常也会选择这个辅助的方式来搭配使用。还有常常有没有听到一些大师的催眠疗法，好，还有冥想疗法、音波疗法，还有颜色疗法，还有宗教信仰疗法，好，信心疗法，这也是很好的自然疗法，啊，你会发现，哦，这么多年来，啊，一直盛行，现在尤其在台湾，啊，养宠物的比，这个生孩子还多了，啊，因为宠物也是一种疗法哦，宠物疗法，还有包括民间的民俗疗法，好，还有营养疗法、草药疗法、火疗、水疗、刀疗都有听过吧，好，也是有很多人选择的哈，啊，包括还有整体疗法、推拿按摩，好像我个人就很喜欢推拿按摩，那还有草药疗法，还有没有听过，尤其在欧洲哈，贝曲花疗法，哈，用花精的方式来做保健调理，还有没有听说这几年非常盛行的哈，尤其我们在五六年前哈，在北京哈开始我们德国莱茵的一些啊这个植物疗法的一个这个课程之后呢，啊，我们跟杨金生教授哈，这个中国国家等级的教授啊，跟我们分享了精油加刮痧的一个疗法，是非常棒的哈。还有今天我们要单独来谈谈，就是植物精油疗法哈，它就是属于自然疗法当中的一种。好，那今天莫妮卡就要从植物精油疗法来跟大家分享，好，安心套装里面的很多款精油。好，首先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有两款非常棒的复方精油，好，一个是保卫复方，一个是顺畅清新复方。好，这两支都是专家，好，我们的这些非常有名的这些科学家专家哈，希尔博士带领的专家团队来帮我们设计的一个复配的精油，专利的复配精油。而这个保卫复方里面就有野菊丁香、桂皮、尤加利跟迷迭香的组合。好，那在国际版，它的桂皮是换成肉桂哈，那它的效用就是可以来独家调配防护抗菌复方精油，能够来增加免疫功能，这是我们今天一直要强调的，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非常时期期间都能够建构我们的免疫能力。好，还有一个是叶片类组合的，好，这是顺畅清新复方 Breeze 哈，那这支也是专利的复方，特别能够帮助我们呼吸道的顺畅，能够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去净化还有安定我们的呼吸道。那里面呢，除了柠檬之外，其他几乎都全部都是叶片类，而且呢含很多非常棒的抗菌抗病毒的这些天然的化学成分，有月桂叶、薄荷、尤加利，还有茶树、罗纹沙叶、暗油樟、罗纹沙叶，好，等等，还有我们的柠檬。那这两款复方精油呢，在我们功能性里面的分配里面，它是属于预防跟复原这一块。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第一支来谈谈我们的复方精油啊，这支是明星产品哦，你有看到图片里面看到，光这支精油就衍生出我们周边生活当中非常多的有吃的、有涂的、有用的、有洗的哈，你会看到还有喉糖。好，还有牙膏等等，好，你会发现，你就知道这里面所组合的成分非常强而有力的，可以来支持我们的免疫系统，好，可以来提供我们天然成分的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力。好，那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非常棒的抗氧化力呢？好，这是因为这里面含有五大的主力成分。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桂皮，好，在我们的所有国际市场里面，好，这个部分是用的是肉桂。好，那在台湾市场要因应国家的法规，所以呢改成升级版的桂皮。好，那这一支精油呢，香料类，好，它含醛类非常高，它能够促进我们健康免疫系统，还有建构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健康。好，还有一支丁香，好，它也是这个分类性很高哈，就是能够止痛能力、止牙痛能力很强的哈，它对于我们的呼吸道清新也能够来支援我们的免疫系统。再来，它搭配了一支非常甜而美的
野菊精油。好，在其中除了可以平衡其他辛辣类的精油之外，它还有非常丰富的很强大的抗氧化力，好，可以来帮助我们健康的免疫力系统的一个提升。好，那再来还有含两支我们号称的呼吸道姐妹花，好，就是我们的尤加利姐姐跟迷迭香妹妹。好，那尤加利姐姐因为它的这个疗效性会比迷迭香哈的药学属性还要强烈哈，所以它是姐姐。好，那这一支呢具有非常棒的清洁洁净力，好，能够洁净我们的空气，还有提振情绪，对于上呼吸道下呼吸道的健康非常有帮助。那再来迷迭香就非常温和，好，来自摩洛哥的迷迭香，它能够促进呼吸以及消化道的系统功能，好，能够舒缓疲劳，缓解紧张，而且能够帮助专注。好，那这一支是专利的复方精油，你看到它是 on guard， 就是翻成就是保卫防卫的意思哈，已经在11年前就有很多这个单位还有包括大学里面的这些教授都在做研究哈。好，发现这支呢这是在奥克拉荷马大学做的研究哈，说明这个保卫复方是可以让我们病毒的再生率可以大大的降低 90% 以上哦。好，那保卫的相关研究也非常的多哈，也谈到这支精油可以来缓和 H1N1 病毒，也就是 A 型流感病毒，也能够借由这支精油来做舒缓。好，那这支精油还可以来抑制谁？ MRSA 哈，就是我们的超级金黄色葡萄球菌。哇，可见这支的抗菌抗病毒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哈。所以呢，这支呢公司也给我们最新的一个这个结论哈，来教导我们哈，说明到这个，尽管我们的抗生素是无法来治疗流感病毒，但是研究结果显示 on guard 我们的保卫复方它是可以来减少这个病毒的这个再生率能够达 90% 以上哦。所以呢 on guard 是可以随时怎么样来使用，来保持我们良好的健康状况，而且最重要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好，那这支精油不只能够抑制，还能够有效的来杀死超级细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所以呢，微生物对我们保卫复方产生的对抗的机制的机会也会渐渐的缩小。好，所以整体来讲，来复习一下，这一支保卫复方精油就是可以来增强我们自然的免疫力、防御力。所以呢，所含的这里面的这五支单方精油组合来帮助我们可以预防感冒。所以这支呢不是生病的时候用哦，其实平常的时候有环境的威胁或健康的威胁，感觉到喉咙怪怪的哈，扁桃腺在发出警告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来使用它，你就会觉得哇，怎么马上感冒的症状都可以消失哈，就是这一支可以来做防御哈。所以呢，这一支其实尤其在这时候这个疫情期间呢，是很建议大家天天可以来使用，你可以单支来熏香，你也可以搭配柑橘类一起来熏香，或叶片类精油组合一起来熏香。好，所以呢，很建议大家用熏香的方式在你的空间里面经常能够来帮助我们消除空气当中你看不到的病原体。好，这样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二次感染交替感染的给家人的机会，是不是很棒？那当然这支也可以来做喷雾，好，你可以把它装在喷雾瓶里面加水来稀释啊，现在更方便了哈，我们已经有保卫复方的喷雾哈，这里面含着非常天然的酒精成分，好，来做使用。所以呢，你可以清洗任何我们所接触的一些有可能会有病原体附着的地方，包括门把啦，还有其他的居家用品等等。还有这个还有很好的一个使用方法，就是很建议大家可以稀释之后，你可以滴在饮水当中可以早晚来当漱口水。像早晨起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嘴巴还臭臭，还没有机会去刷牙，对不对？然后我要希望口腔能够那个卫生健康的话，我常常就是直接会喝口水，然后滴上保卫复方来做停留数秒，在嘴巴里面来冲洗我的口腔哈，还有喉咙，然后再把它吞服下去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感受。而且你看你也会发觉有时候牙齿痛痛，它也有能够舒缓我们牙痛还有止血牙齿
流血，这一支也有止血的作用哦。好，这是牙医科医师也跟我们分享过的，所以你也可以经常每天养成习惯，固定喷洒在室内空间，它就可以来增加免疫力。所以这一支是我们非常多人，尤其妈妈好很喜欢用的一支保卫复方，来保卫我们的孩子。好，那还有其实这个使用方法非常多，好，淋漓尽致的。好，在我们的居家保健小百科，有没有看到左下角 这本封面，好，居家保健小百科是我们11年来最经常拿在身边的非常棒的精油工具书。好，所以呢，你翻开第17页，你就可以来学习有关保卫复方的52种使用方法。那这一支因为含有丁香、桂皮，好，对皮肤的刺激性比较强，所以呢，一定在外涂，好，涂抹的时候，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这个稀释来使用。好，那再来我们来谈第二支。好，第二支是我们的复方精油，也是专利复方，就是我们的顺畅清新复方，它以前叫做顺畅呼吸，好，在大陆也称为顺畅呼吸。那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除了柠檬这支果实类精油之外，其他通通都是什么叶片类，而且升级版哦，曾经就是在几年前已经升级到还加上谁豆蔻精油种子类的哈，这支也是香料类。那这支加上去之后呢，就是我们升级版的哈，这个运用能够加强强化我们呼吸道的健康。这里面有月桂叶哈，那是在去年哈，在美国曾经有的每月一物哈，你们有没有拿到？好，我有拿到哈，这支呢是很棒，含有非常丰富的18胺油醇的成分哈，可以来缓解哮喘、支气管病毒感染，尤其是下呼吸道的问题。哈，尤加利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在保卫复方里面有哈，可以来帮助呼吸系统，哈，能够抗菌，能够降低这个鼻黏膜发炎啊，包括鼻涕倒流、鼻窦炎哈这些症状。再来豆蔻哈，这支种子类的哈，这它能够来增强我们的呼吸系统。那豆蔻类是属于香料，所以它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那消化呼吸是两大对外系统，所以使用豆蔻是非常好的，能够建构这两大系统的健康。好，那再来是罗纹沙叶，罗纹沙叶是属于多分子的精油，经常就是在这个比较沼泽的地方成长，所以呢，能够在那个地方代表它的抗菌、抗真菌、抗感染、抗病菌的能力非常强，可以来强化我们呼吸道的健康，降低感染。好，所以整体来讲，这一支顺畅清新复方，哇，使用起来你就会非常开心，好，能够感觉到草本清新的一个气味，好，能够来大大的帮助我们抵抗空气当中可能对我们身体系统有害的细菌跟病毒。所以在非常时期，我们经常会用的两大复方，好，就是在我们居家保健套装里面的哈，这个保健箱里面的保卫复方跟顺畅清新。好，那这支呢，叶片类，因为那个叶片类，好，你知道就是植物的肺，好，所以以形补形的原理能够帮助呼吸道的健康，能够止咳，能够舒缓我们的鼻窦炎、鼻塞、打喷嚏等等的现象，然后呢对我们的神经的镇静也有帮助，能够缓解疲累，好，能够促进呼吸道的循环健康。所以呢，常常很多人都会在夜间准备睡觉的时候就用这支来熏香，它可以避免呼吸道的不顺畅，影响的我们睡眠品质，所以它就可能帮助入睡。好，那尤其在干燥的地方，像美国就很干燥，有时候我们就会放在那个保湿机，有没有 humidifier 里面保湿，然后会滴上的精油来使用。好，那有时候你也可以用涂抹的方式，好，常常我们也可以涂抹在脚底或胸前这个地方，可以来改善我们季节交换的时候呼吸道不舒服的现象。好，那包括常常打鼾的，好，睡觉不是很舒服的，好，常常会变成用嘴巴呼吸，你就可以用这支精油来帮助你，好，可以涂在胸前来让你有好睡眠。再来我们来开始谈谈单方精油，这支今天单方里面非常让人快乐的一支精油，好，我们的柑橘类精油。那这支 Tangerine 它这是很特别的清新的气味。好，那里面所含的柠檬烯也很高，然后也含有阿尔法派烯，还有香叶烯，还有芳樟醇。
好，那这支精油能够来大大的来增强防护，好，我们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而且呢，在熏香的时候或休息的时候，也能够让我们提振情绪，好，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好，那这支精油呢，它的效益非常多，好，包括能够支援我们健康的消化以及脂肪的代谢，它也能够清洁净化，好，尤其对这阵子非常疫情期间，西野博士都大大的推荐我们柑橘类精油，其中的一支就是这一支甜橘，好，还有另外一个是常常跟它会搭配使用的葡萄柚，因为这两支针对我们的消化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消化道健康也代表着我们免疫系统也能够提振起来，好，那它也能够来消除脂肪，而且对肌肤的保养也很棒哦，你也可以调在保养品里面来保湿美白，好，啊，记得就是要夜间来使用才可以来帮助怎样，我们不会，这个皮肤变黑，好，那再来，因为它有光敏性，好，大家都知道，好，那最重要的今天要谈这支不是在皮肤的健康，最重要的是它能够来预防感冒，好，提振我们的，这个免疫能力。好，所以总体来说，来自巴西的这一支甜橘，哈，在大陆市场称它为红橘，那英文都叫 tangerine， 哈，那以后大家要辨别，哈，这个精油是不是我们所谈的一样的，你记得要去看它们的瓶身上的拉丁学名是最重要，那就是他们的身份证，哈，植物的身份证。那这支精油，哈，除了熏香可以来带来提振快乐幸福感觉，那在涂抹的时候，也能够提振我们的这个免疫能力，好，还有呢帮助我们的消化道，也能够帮助能够解毒清洁净化，好，是非常好用的。那当然如果你懂得内服，好，精油的内服其实这一支也就是果实类，好，所以呢它是可以来内服的，常佐菜料理里面，你的烘焙食物里面，蛋糕啦，好，或是饮料里面啦，奶昔啦，包括茶里面，你都可以加这一支甜橘，好，非常能可口，能够增加风味，好，那当然在这时候我们经常这个非常时期我们最常会用在哪里，会把它用在我们的多功能的清洁剂当中，好，会加这支甜橘来帮助我们清洁，好，我们很多的表面，好，那让家中能够充满许多的安心，而且也能够充满很多甜美的香气。好，再来我们来谈谈茶树，好，茶树也是我们居家天然保健箱里面一支非常棒的单方精油，而且这支非常非常温和，好，是从0到99岁所有的人老少咸宜，好，而且非常温和，连 baby 都可以使用哦，好，它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松油烯四醇，好，它是可以来有效的抵抗我们的细菌真菌病毒，抑制微生物的一个感染。好，那这支呢，你看哦，其实我们在这个居家保健套装里面就把它称为皮肤科的医师，好，你看不仅在这个皮肤的任何问题，好，包括小朋友的这个皮肤问题，湿疹啊，异位性皮肤炎啊，小朋友婴幼儿的尿布疹啊，到老人家的一些皮肤问题，你都可以想到用茶树来做调理，好，那它有清洁的功效，还有消毒净化以及修复的一个功能，好，那在这里呢 Monica 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缓解我们一般感冒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搭配这个茶树来使用。记得如果是感冒跟流行性感冒症状在初期的时候，你就先想到先用这一支，或者是柠檬，柠檬茶树通常是我们预防性的用油，哈，可以每天来使用，因为用这两支就可以来激发我们身体的自体的一个什么免疫系统功能，啊，它的功效能够提升，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缓解一些病症。好，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几个配方，哈，大家可以用笔记把它写下来。好，第一个配方就是你可以用一滴的茶树，加上一滴的百里香，加上一滴的罗勒，再加上一滴的野菊，好，还有一滴的薄荷。好，我再重复讲，好，全部都是一滴，好，就是加上茶树、百里香、罗勒、薄荷，这是四支叶片类的精油，再加上一支我们的野菊，好，一滴，然后把它均匀调和在一起，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好，你就可以用这个已经调和好的一滴，然后滴在纸巾上，你就可以放在你的口罩里面，
可以随时随着我们的呼吸来深深吸入这些美好的精油的芳香分子哦，非常舒服哦。所以呢，你看在这个非常疫情期间，其实你就可以调成一瓶，让全家都可以分装成小瓶里面来携带使用哈，就可以置入到小芳精里面，然后再放到口罩里面来使用嗅吸。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配方二哈，就是用一滴的柠檬，加上两滴的尤加利，加上三滴的迷迭香，一二三，好，柠檬、尤加利、迷迭香，好，把它调和在一起，然后放在我们跟五毫升的椰子油可以稀释使用，好，然后呢，可以常常想到就涂在哪里，涂在胸部、颈部、后颈部，还有鼻窦区，好，这个鼻子、颧骨，我们的风池这个鼻翼两侧，好，这个地方哈，那我们。这时候呢，常常可以运用这样涂抹方式，还有加上一四二香氛的呼吸，来帮助我们呼吸道的健康。好，再来一个配方是能够建构我们口腔的健康。你可以运用这支精油，好，滴在水里面，当成漱口水来使用。好，能够建构口腔的这个健康，而且能够缓解牙龈出血跟蛀牙。好，轻微的时候你可以用茶树啊，其实比较严重一点，其实你就可以用刚刚我说过的保卫复方。好 ，OK， 所以整体来讲，哈，这支茶树，哈，我们现在的茶树哈，不再叫马拉卢卡，要统整我们全球各个市场哈，能够方便能够辨认它，所以呢，现在一律你看到瓶身上啊，已经都改成 Tea Tree 哈，我们的茶树是来自澳洲以及肯亚这个地方哈，理疗等级的茶树效用非常多，你看到这里有关皮肤的顽强问题也能够用它哈，那记得顽强的时候不是单用一支，你往往都会搭配其他的精油，像我们的麦卢卡、罗马洋甘菊哈，还有蓝艾菊哈，还有就是那个乳香哈，这类的精油，那再来这一支精油哈，尤其在流感季节哈，现在是已经非常是疫情期间，对不对？非常时期，这一支精油也可以常常来熏香，好，你睡前熏香或白天的时候熏香，来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那当然你要加强的效果，你可以茶树加保卫来熏香哈，那它也能够来净化空气。那下面就有很多实用的一个生活的应用，好，包括你看对手脚啦、指甲啦来讲的强健保护也都有帮助。那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看，就是最后一个哈，它常常可以跟尤加利、迷迭香、薄荷、柠檬一起来扩香，可以来改善呼吸道的不适。好，再来我们来谈一支，刚刚是温和的啊，这支就相反的是怎样，非常强劲，而且对皮肤的刺激性会比较强。刚刚那是非常温和，你直接涂都没关系，这支一定要搭配椰子油来使用哈。这支常号称为天然的抗生素哈，天然的止痛消炎药，它是很有效的，可来对抗多种的细菌跟霉菌病毒哈。它富含非常丰富的香芹酚，还有百里酚哈，百里香酚，它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抗氧化剂，尤其是在这个空气传染的病毒当中非常难缠的时候而引起的疾病，就像现在啊，我们这一年多感受到的新冠病毒哈，这个新的病毒的一个现在。今年又是一个变异的病毒哈，所以它很难缠，对不对？所以引起的这些症状问题哈，那包括还有是那个带状疱疹，有没有听过哈，就是我们常生的皮蛇哈，那还有长水痘啦哈，长病毒疣啦等等哈，这些都是非常顽强的而且很难缠的一些疾病，哎，牛至就要经常派上哈这个用场哈，它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天然抗生素哈。因为你看哦，病毒哈，不论是我们之前认识的病毒，包括到现在哈，从英国来的这个变种的病毒，最令人头痛的就是它会以我们的细胞作为一个宿主哈，它会操控着 DNA 跟 RNA 的一个复制，进而就影响我们整个细胞、人体细胞的一个运作。所以呢，很难在我们不伤害细胞的情况下能够去清除病毒，所以一般的医学它是很难可以治疗病毒感染的哈。当医生开抗生素给我们当处方使用的时候，仅仅是为了就是要保护因为病毒感染而引起的免疫力衰退而继发的这些细菌感染，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并不是它可以来帮助我们直接能够对抗病毒。
所以呢，病毒它就会很奇妙的有这个很奇妙的一个适应性，还有刺激性的一个天性，它很容易就会躲在我们的脊椎，还有我们的脂肪细胞当中，或者是其他比较温暖的组织以内。当我们尤其我们人过于疲累，操劳过度的时候，工作疲累，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就常常就会伺机而动，然后呢就开始会引起我们肠道或者是在上呼吸道一些疾病出来。所以呢，希波克拉底，我们号称的医学之父，他就常常将这只牛蛭当做一个天然的净化剂，也是一个免疫的刺激剂，来支持我们消化道跟呼吸道一个功能。所以他很建议我们常常可以用牛蛭这支精油来怎么样，来熏香。以前他们是用焚烧的方式来在空气当中可以杀死这些黑死病的一些病菌病毒。那这支我们就很建议大家可以来熏香使用，当然你也可以做喷雾来使用。那这支味道并不是很多人能接受，有时候你可以跟叶片类精油，像罗勒、天竺葵，或者是甜茴香、柠檬草，或者是迷迭香，或者是百里香，这些都可以调和在一起变成一个复方精油。那记得如果你外涂这支精油一定要大量稀释，那我们新人就希望你从1:10这样的比例开始，那正常我们已经常常使用牛蛭的人，我们就可以到1:3到1:6的一个比例。好，所以呢，牛蛭这一支使用率也是非常多，很多人都会用涂抹的方式来帮助，涂抹在消化道这个地方，我们的下腹部这个地方，来增加我们消化液的分泌，来提升我们消化道的机能。它也可以强化呼吸道的系统，呼吸系统，来改善呼吸系统感染的症状。所以呢，你也可以稀释它涂抹在胸前，或者常常我们做居家脊椎疗法，这支精油通常就是我们在椰子油打底之后的第一瓶精油，能够帮助消炎止疼痛。好，所以整体来讲，牛蛭这支来自土耳其的牛蛭精油可以来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来帮助我们建构一个天然的防护网，而且它常常也可以来对抗比较顽强的皮肤的问题，像灰指甲油啦、鸡眼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号称它为瓶子的医药箱，你常可以跟我们的柠檬茶树做组合来使用，尤其是在高发炎指数强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样一个配方，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天然消炎的止痛配方。你可以分成涂抹或者是放在胶囊里面来使用。好，那下面就是有关我们牛蛭的一个生活应用。好，那你也可以佐菜料理，也有常把它当成香料来使用。好，那这支如果你在外用涂抹，一定要告诉新人，一定要教他们要大量的来稀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是不是谈了两支复方，还有几支单方精油，对不对？这样的组合呢，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运用它。第一个 Monica 推荐的就是用熏香的方式，因为熏香对我们人体身心有八大好处，它可以来改善环境的卫生，消除异味。好，刚刚谈到的每一支精油其实都有分解异味的一个作用哦，而且它也可以分解二手烟及净化我们的空气。好，第二个也是我们现在很需要，它可以来增强抵抗力，能够预防疾病及降低高血压，还有能够增强体力肺活量，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改善呼吸道鼻敏感及气喘等毛病。从刚刚讲到现在，是不是非常时期的我们非常需要的呢？好，当然它平常的时候还可以来驱除蚊虫，鼻敏感及气喘的一些毛病。不好意思，灭螨跟抗菌，能够驱除蚊虫跟灭螨抗菌。那再来，它也可以平衡荷尔蒙，能够活化细胞，防止老化。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些，每一支精油都是非常优质的抗氧化剂，常常使用，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用精油一段时间，你就会越来越年轻。好，那我自己就很感受到这一方面的见证。好，那再来就是它也可以提神醒脑，能够增强我们的记忆能力。好，能够安抚烦躁，能够疏解压力，缓解失眠头痛，让我们心情愉悦。哇，从刚刚到现在是不是很开心啊？赶快开始选择其中一支你喜欢的香气，就开始来嗅吸它，做一色香氛呼吸，或者开始来熏香哦。
好，那接下来 Monica 要跟大家分享哈，这几支精油哈，我们的安心套装里面这些精油，它的熏香啊变化方式非常多，你可以单一支来熏香，你也可以熏香今天很快乐，白天的时候你可以熏香甜菊哈，那晚上的时候你可以用顺畅呼吸、顺畅清新来帮助入睡，好，那你也可以在一整天用这支保卫我们的啊这个健康的。保卫复方，好，我们在这个复方因为不能用公司的名称专利名称，所以这里是写成防卫复方，好，那这个防卫好这个保卫复方的变化的熏香组合配方里面呢，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到，从我们的熏香保健小百科里面你就可以学习到，不需要背，你只要怎么样购买我们这个三合一体系的一个爱油蛙商行里面的熏香保健小百科，马上翻开你就可以马上来操作使用，所以很适合给新人来运用，尤其现在我们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家呢都可以在线上跟我们的新朋友能够打开这些工具书参考书来马上来运用来学习，好，所以每天你都可以选择不同的配方来运用，像这一支里面还有免疫增强的配方哦，你可以用五滴的保卫，两滴的柠檬加一滴的茶树来熏香，好，还有生病了累了的配方，对不对，可以加上野菊，好，那你也可以当秋天的香料或者是快乐的共鸣，你可以用不同的变化方式来使用，好，再来是我们顺畅清新复方，好，这是帮助呼吸的复方组合，哎，这支如果我们要有更深层良好的睡眠，不单单用一支，你可以将这一支跟四滴的 Breeze 好，我们的顺畅清新加两滴的薰衣草加两滴的宁静，好，宁静复方就是我们的应该是那一支什么，我怎么突然忘记宁静复方是不是我们的Serenity 吗，好，可能是 Serenity 哈，我们可能要对照一下哈， Monica 可能忘记了哈，不好意思，那你可以对照我们的复方的对照表好去查看哈，然后你就可以搭配来使用尤其这一支哈，你也可以有带来放轻松的感觉，你可以用它搭配我们的芳香调理复方一滴哈，跟四滴的 Breeze 一起来熏香，你就会感觉到尤其在非常时期，有时候我们会焦躁会不安，你就可以用这个配方来帮助我们放轻松。好，再来谈甜菊哈，甜菊的这个变化的熏香配方更多哈，你会看到这里有夏日的配方，你有缤纷甜橙的配方，也有晴天的配方，闪亮的甜橙，香氛之巅，还有愉悦全员，哇，是不是一直让我们开心再开心，然后一直有快乐活力呢？好，尤其现在的我们情绪非常重要，你有好心情就代表你有好的免疫能力，所以你也可以运用这样的方式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配方来运用红菊，好，我们的甜菊 Tangerine。 好，再来我们来看看茶树的熏香配方，熏香配方也很多，你看尤其你可以选择喉咙痛的配方，借着熏香也可以来舒缓我们喉咙痛的现象，你也可以用这个调节呼吸系统的配方，用两滴的 Breeze 两滴的 Peppermint 还有一滴的茶树 Tea Tree 来做熏香也是非常棒的，还有带来居家的清新配方，还有清新的家的配方，还有细菌杀手，哇，这三支的组合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建构我们呼吸道的健康能够远离这些细菌的侵袭。好， OK， 再来我们再来谈一支强劲的牛至，牛至这一支我们号称的希特勒精油对外作战病毒，对病毒作战的这支精油，哇，它有很多的熏香配方哦，阻隔病菌杀菌消毒的配方，净化空气，还有呼吸顺畅鼻塞包括心情还不好或者是倔强的配方都有很有意思哈，所以你看到牛至经常会跟谁配，跟柑橘类配也会跟薄荷配，然后也有大树类精油可以来调配。好，那再来呢是公司给我们提供的一些配方就是涂抹的使用方式，所以呢你也可以这个用我们的 Tea Tree 还有
甜菊还有牛至的组合啊，组成一个喷雾瓶啊，这是用喷洒的方式哈。那通常你也可以调和在一起啊，等量跟椰子油稀释，也可以来做脊椎的涂抹，也是可以的哈。那这个是用喷雾瓶的方式来喷洒我们空间哈，来对抗啊这些这个环境的威胁。好，那再来季节转换的时候怎么用呢？哈，你可以用我们的顺畅清新五滴，加上两滴的甜菊，就滴在熏香器里面，好，我们的水养机里面来扩香。哈，这是季节交换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用这两个精油来做一个组合，来带来我们独特的一个香气，来增强我们的防御能力，为家人带来最好的防护。好，再来是居家清洁的时候，哎。强力的清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上牛至，对不对？那一般的清洁其实你可以用净化清新，或者是茶树精油哈，搭配我们的柑橘类都可以哈。那这里是用强劲的方式，用两滴的牛至再加两滴的甜菊哈，来帮助我们居家环境可以更加的洁净光亮，好，能够享受安心的一个居家环境。好，居家洗衣的时候，哎，这时候因为非常时期，所以呢，建议大家就可以用强劲的牛至加上温和的茶树各三滴。好，我们可以滴在这个洗衣的那个洗衣精的盒子里面哈。然后呢，我们可以来帮助衣物更清新，好，留下清新的一个气味。那在烘干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加上比较清香的柑橘类哈，或者是净化清新来烘干。在烘衣机里面来烘干。好，那再来莫妮卡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涂抹的方式，好，来善用我们的安心套装。那今天这个是安心的脊椎疗法的温和版，好，它是脊椎疗法里面很适用在病毒细菌感染的时候，感冒流感的时候，还有身体发炎疼痛的时候甚至失眠的时候，情绪纠结的时候，你都可以用我们的安心脊椎疗法的温和版啊。那这个是很适合我们的孩童跟老人来使用的哈。那如果运用在孩童的时候，那就不要用到2到3滴哈，除非我们的孩童他长得非常跟成人一样高大哈。那如果是一般小朋友的话，我们就希望每一种都1到2滴内就好了哈。那随时要搭配椰子油来稀释，你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这五个精油的这个次序分层涂抹在我们的脊椎，好，来做调理。再来谈一个是加强版，我们安心脊椎疗法的加强版，好，那就是很适用在我们成人还有症状，好，这个感冒症状比较严重的，呼吸道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好，涂抹在我们的脊椎，好，那一样一开始用椰子油打底，然后你就用乳香，接下来用牛至，好，顺畅清新保卫甜菊，到最后的薄荷来帮助加速吸收，好，那这是很简单的脊椎疗法。脊椎疗法如果你懂得按摩的话，家人懂得按摩，你可以搭配你的按摩手技来运用，可以帮助更加的舒服放松。好，那我们如果不会按摩的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安心脊椎疗法的运用就是将每一支精油刚刚按照那个次序分层涂抹在脊椎，那记得就是从尾椎往上涂到颈椎，肾的掌心的油涂抹在脚底，哎，这样就好了哈。所以呢，有时候你像爸爸妈妈，你们自己也会不舒服的时候，就可以教孩子帮你抹，是很简单的哈。那记得就是你要抹之前就要准备好1到2条的毛巾，因为准备怎么样，我们要把它打湿哈。如果是生病的时候，我们建议还是要用热敷的方式进行，你可以帮助刚刚我们分层涂抹导入的精油可以加速吸收。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准备好这1到2条的毛巾哈，是盖住背部的这个部分要热敷用的，先打湿，那稍微拧干折好，我们就把它放在盘子上，然后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2到3分钟哈。那不要马上取出来，就是让它保温着，然后我们就开始怎么样，也准备好我们的塑胶袋哈，还有这个我们干净的毛毯被子在旁边准备要用好。所以我们开始排好这些精油，刚刚讲的加强版的这些精油，或者是温和版的这些精油，然后呢就开始分层涂抹在我们的脊椎。那记得在涂抹前一定要先用椰子油来打底好，然后呢哎，成人的话我们就建议每种好不要超过3滴，那小朋友就是1滴好，或者是比较面积比较大就是
最多两滴，这样就好了哈。那像皮肤比较敏感的话，记得随时都要稀释精油哈。那分层涂抹完之后呢，我们就将预热好的湿热的毛巾就覆盖在我们的脊柱脊背这个地方哈。那盖上之后呢，再盖上干净的塑胶袋包覆住这个热气，然后再盖上小毛毯。那如果你怕这个热毛巾很快就会凉了，你可以在盖上毛毯之前再放上一个什么我们的电热毯啊，就是插电的啊，热敷垫都可以哈，然后再盖上小被子，大概就是10到15分钟，但有时候孩童他不会那么乖让你热敷那么久哈，有时候5到6分钟就结束了也没有关系哈。当然起身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拍干好，擦干我们的这个背部，然后赶快穿上衣服哈，不要再二次感冒。然后起来的时候，哎，可以建议大家喝水哈，喝柑橘类的水能够帮助净化排毒更好哈。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口味的水哈。那脊椎理疗哈，不建议天天做哈，你可以至少隔一天做一次。这是分层涂抹的方式，我们不建议天天做。但是如果你已经调好稀释到一个安全比例，你就可以每天来涂抹按摩，这是 OK 的哈。那健康的保养，我们通常是1到2个礼拜来做保养。那普通的患者可以1个礼拜做两次。那如果是非常严重的患者，在非常时期，这时候通常有确诊的，我们都建议怎么样？每隔一天就做一次哈，这样子来做一个安心的脊椎疗法。好，那准备的物件就是这里 Monica 列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那最主要就是铺在后面的热敷的毛巾，选择厚一点哈，那个效果会比较好。好，那这个原则就是我刚刚讲的分层涂抹，从尾椎往颈椎涂，由下而上涂，好，不要由上而下，要逆着毛细孔的方向，这样帮助精油的导入吸收。那孩童的用量我们建议就是一滴，每种一滴，那成人的话就是可以2到3滴。好，那涂分层涂抹完之后，你可以在背部画3个圈圈来做云游，云游之后其实还可以在哪里画圈圈？在骶骨，也就是我们的常常听到的搓八髎的地方，有没有？好，在八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把它再搓一搓哈。那尤其自己的话，你如果没有人帮你涂，其实我像我自己洗完澡都喜欢在背部这个地方哈，抹上自己喜欢的精油来搓一搓哈。那自己搓很快就会搓热，你就会发觉哈，背部下腹部这个屁股上面这块会非常的舒服哈。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搓一搓，非常好，因为这里呢，这个骶骨就是我们常称的什么，日本人常称的仙骨，神仙的仙骨哈，它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三角形的骨哈，那它是在骨盆带的这个地方能够建构一个很强的基础，保护我们骨盆腔后面里面的很多的我们的器官组织哈，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喜欢这个按摩的人，不妨你也可以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做加强，来画圈圈。好，那最后呢，跟大家分享哈几个最近几天在脸书上，我们好多的好朋友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哈这个真实的案例哈。我很喜欢看到亲子之间的一个流动，精油的流动哈，像做脊椎疗法、做精油的按摩，或者一起熏香体会芳香的气息，哇，这种感受是很棒的。尤其现在每个人都要宅在家，对不对？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很棒的见证哈，也是我今天早上看到，就是我们的富足人生哈，李佳静老师他跟我们分享的一个精油生活化的运用哦。他在家里开始要照顾他的三宝，对不对？那是睡前都有一个很好的精油仪式哈。所以呢，你看他们常常会一起流动，爱的流动。会涂精油，妈妈会帮小孩涂精油，那小孩也可以帮怎样互相涂精油，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非常好。那这里呢，妈妈这个三宝妈好，我们的佳静老师他分享了一个流感疫苗的一个 DIY 配方，这里面就有好多支，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精油，对不对？有保卫、乳香、茶树、柠檬跟牛至。那平常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用长高高的配方，那有时候是什么，因为睡前使用，对不对？所以呢要帮助睡觉的这个配方也很棒。好，所以你看这个照片里面这是他今天分享的一个这个流感的预防配方。好，这个熏香配方，还有呢擦精油哈，你们看他最小的儿子好可爱，好，妈妈准备要帮他擦精油，他怎么样就马上乖乖躺好哈。
那你看还有怎么样，他们兄弟之间互相的流动，哈，他平常跟哥哥照顾他们，他们现在也会帮哥哥按摩，有没有感觉到很快乐的感觉，哈？那二哥也会表达对大哥的爱，也会帮他按摩，做精油的按摩。你看这小小的弟弟，你看还会自己拉好衣服趴着准备怎么样，哈，擦这个精油，哈，在脊椎上非常可爱。好，那接下来呢，我也要感谢哈另外一个团队哈，我们在台南的佑珍哈，佑珍跟他的团队哈，很多的流动哈，那我也给他截图下来啊，想跟大家来分享哈。你看有伟林跟我们分享的哈，他们常常会用熏香哈，像拖地的时候也会添加牛至哈。那像我以前，我现在比较少做家事了哈，那以前拖地的时候，我经常就会喜欢用柑橘清新哈，啊，就会心情就会很好。那像现在你看这个防疫期间就很需要用分类性的精油，他用牛至哈。那再来另外一位浩宝宝这边啊，他也是运用精油来熏香，而且包括还有什么脊椎疗法的运用哈，这里有包括运用我们天龙八部手卡里面的呼吸系统的细胞律动八瓶油哈，严重的时候你也可以搭配交替我们的感染性系统的一个细胞律动的配方来轮流使用哈。那包括简依依也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口罩戴上去，还有呢抗菌的精油也开始擦起来啊。我们今天就介绍了三支都介绍到了保卫牛至跟茶树哈，每天在居家里面他们就不断的熏香跟涂抹来使用，好可爱的流动啊。好，另外一位也谈到也是善用保卫哈来建构一个防疫的新生活，还有经常会在口罩里面哈，我也会滴在这个纸巾里面，然后置放在口袋里面来帮助我们在戴口罩的时候可以帮助哈建构清新的呼吸道，好像我经常口罩里面经常会用的精油就是顺畅清新。好，还有另外一位 Monica Chen 哈，他也跟我们分享哈这一段期间哈，他说乖乖在家哈，开始做喷雾，对不对？还有呢，做经常的熏香，好，来保护自己的家人。好，还有位赖爱水伙伴也跟我们分享，哈，这个要经常戴好口罩，然后善用这三支精油。哇，这里面就有一支谁？我们的大树类精油西伯利亚冷杉在其中，大树类也是建构免疫力非常棒的精油哈。好，那再来还有柠檬，你看它会点在水里面喝，还有顺畅清新会放在口罩里面。好，另外伙伴也跟我们分享哈，就是这个游玩精油玩生活的日记哈，它会善用保卫柠檬跟茶树来保护孩子，也会制成乳液。好啊，晚上睡觉洗好澡帮他们擦，还有经常的熏香，哇，是不是很棒呢？精油啊，能够生活化在家中，会让我们在这个防疫期间会觉得更加的安心。好，还有王培跟我们分享哈，这是做细胞律动，好，精油的细胞律动，哇，这你有没有看到桌上他经常用的就是乳香、保卫跟柠檬来帮助孩子在睡前来做细胞律动，让他们在每天都能够建构好自己的免疫防御力。哇，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冯依依也跟我们分享这个在帮助他的帅哥小朋友那个小哥哥身上来做这个脊椎按摩。这里面还有谁他还加了姜黄跟柠檬草哦。他说本来孩子跟他说失眠，但是开始擦这个精油之后就很快就入睡了哈，非常轻松。还有包括今天早上哈，我们的罗彦成老师也跟我们分享熏香的重要啊，他也去转分享这个雅娟跟我们分享的你看尤其现在所有人都要在家里宅在家，很容易怎么样，有些人就心情不好，有些人会碎碎念，哇，他们在这个防疫期间就经常怎么样熏香，就会开三台，开三台代表怎么样有可以帮助睡觉的，也帮助情绪的，还有帮助强化我们免疫的，是不是很棒？那这里他分享了一个这个舒怀的一个熏香配方，迷迭香、绿薄荷加野菊来熏香，好，哇，这是不是很棒的一个爱的流动？好，美好的精油的流动，能够让我们在这个非常时期，能够在家非常的安心。最后跟大家分享这句话，也是我在今年三月的时候走北中南高，分享这个建构我们四季的全季的强健方案里面分享的事情，未来最值钱的三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要自己很健康，然后我们也能够有能力能够让别人健康，
而且借着这美好的大地礼物，我们认识它，学习它，分享它，我们也可以走在这个传播健康的路上，帮助更多人能够善用这个植物精油疗法，来带给我们更多的安心，更多的祝福。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最后也跟大家分享，好，我们现在奋斗的理由，我很喜欢这句话，年轻时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时不要拖累你生的人。好，大家在这个防疫期能够更健康，祝福大家，拜拜。最后呢，还有一个影片，好，让大家来欣赏。doTERRA On Guard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lends at doTERRA. Its uplifting cinnamon citrus aroma is enjoyed by the whole family.It is used for its aromatic benefits, as an internal supplement, and for its effectiveness as a topical cleansing agent. This all-natural essential oil blend protects against environmental and seasonal threats and purifies the air. Five key oils make up the protective blend. Spicy and sweet cinnamon essential oil is known to promote a healthy immune system and can also help freshen breath.Wild orange and clove have powerful antioxidant properties, and both help support healthy immune system function. The fresh citrus kick of wild orange is emotionally uplifting and adds to the appeal of the blend. Eucalyptus and rosemary support healthy respiratory function and have energizing and uplifting aromas. The combination of essential oils and doTERRA On Guard make it a powerful protective blend that is as pleasing as it is therapeutic.Use it to promote healthy respiratory function and support your body's immune system. Rub it on the bottom of your children's feet each morning before school, or diffuse at home to purify the air during times when environmental and seasonal threats are high. If you like doTERRA On Guard Protective Blend, you may also enjoy the other products in the doTERRA On Guard product family.好，谢谢大家。最后就是安心套组，希望大家能够掌握时间，限时限量推出哦，拜拜。